这是什么？肚子痛的时候用的吧。我好像在同桌那边见过。我同桌也有啊。喂，王小耀，你肯定知道，快说。都堵那儿干什么？全都跟我回去。上学没动力，这上厕所跟打机油似的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全部都跟我回去！还要我说多少遍？什么？你到底是不是女的？干嘛？看你就是没发育。王小耀很讨厌哎。大气层随着高度的变化又有了分层，那么我们常见的天气现象打雷下雨出现在哪一层呢？下课一个个像疯子，上课变成傻子了啊？你们的作业本呢？作业本呢？老师，我的你还没发给我。还有，我说王小耀，你恶人先告状，你学聪明了啊？你不交作业本赖在老师头上了啊？你给我站着听课，站起来。樊锦熙，你的作业本呢？你是不是也想说在老师这儿没发给你啊？没交作业本的，统统给我站起来，给我站起来听课。老师，是还没还作业的。不管什么理由，没有作业本的，通通给我站起来，通通给我站着听课，站起来听课。老师讲到哪儿了？这样，同学们先传着看一下这个地球仪。老师先画个地球。
王小耀，地球仪研究清楚了吗？你告诉我，对流层上面是什么？P 流层，不许笑，不许笑。P 流层，好，那你跟我说说 P 流层上面是什么？屎流层，尿流层，那南天门吧？南天门，那你倒给我说说南天门上面是什么？仙女吧，仙女，王小耀，王小耀，你说你这脑子里面除了屎尿屁就是仙女，这仙女能给你考上清华，还是能给你考上北大啊？还是能拉屎拉出一朵花来？王小耀，不要以为我治不了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站到下课。是，下课了。上厕所。盯死你，盯死你，看不闪了你的腰。哎，王小耀，你不觉得最近克里斯汀怪怪的吗？身上一股香水味，有事没事还偷偷照个镜子。哎，你说他不会怎样？秋春哦，就他那样还想有春天？喂，你那么八卦，今天连那个都不知道，还女生。王小耀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好像要出场了。隔壁的搞什么鬼，发什么神经啊，吓死人了。哎，你个死老太婆啊，我砸我的花盆碍你什么事了？嫌吵是吧？别在我家隔壁住。嘿，你个韩磊磊，你长胆子了敢跟老娘斗，有种你就再砸一个，老娘不报警告你！你敢说我没种，我就砸了，我今儿就砸了，我砸了怎么着了？我再砸，哎！姓韩的，老娘不发威，你当老娘是病猫啊？有种你不要动！我就不动，我就站着，来来来来打我，来再来一本我啊啊我再来一本你哦！哈哈哈，老东西，老娘的洗脚水好喝吗？气死你！呸呸呸！你这黄脸婆臭三八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你好看。姓韩的，你有本事你再说一遍，你敢骂老娘是老太婆？你就是老太婆，你看看你啊，你爬楼梯你脸上顶那么多黄瓜，你没见你长得帅吗？你一千年啊！老子多的是作业本，看我不砸死你这个死肥婆！哎，等等，作业本。这就吵完了，你看那克里斯汀在干嘛？他不会吵架走火入魔了吧？他的话有可能。走。北极圈的企鹅还在觅食，今年的盛夏看不到天黑，看不到天黑。地幔深处的火山岩浆，按耐不住孤独，向你行走的方向喷发，而你在哪里？我大气层上空，南天门的
南天门的仙女。南天门的仙女。火山喷发是岩浆在强大压力作用下向地壳最薄弱的地方喷发形成的，它也是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。王小耀，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昨晚在我家隔壁楼下捡到作业本了。范吉西，你又在笑什么？你是不是也在你家隔壁楼下捡到作业本了？啊？那既然作业本都捡到了，以后要注意啊，以后可不要乱丢作业本。我说你这个司机怎么搞的你啊？你没有看到门后面有证人吗？李老师，我今年40出头，除了教地理，我还会做饭，跑步也挺快的。一个人在家里久了，偶尔也想找个人聊聊天。其实说中文还是说英文都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 Mr. Han， 你说了那么久， So what do you want？ 你能说得直白一点吗？东北的信封吹来了炎热，更吹来了我的思念。爱恋的气息如同高压气旋慢慢沉淀，沧海桑田只是一瞬，大气环流却永不停息，加勒比海的飓风漫无目的的。漫无目的等待你的厄尔尼诺在我心头狰狞。莱茵河畔的夜船已经回港，而你呢？再看啊，天旋地转，斗转星移，维也纳的音乐盒日夜奏鸣，天琴座的奥路飞无人问津。和你呢，在看哪里？喂，别念了，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谁说的？你看 Miss Lee 眼睛都听绿了。哎，
不知道这克里斯汀说的音乐盒真有那么好听吗？这克里斯汀几把刷子就想钓天鹅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喂，范金喜，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哎，我去，你流口水嘞！啊，哪有？明明是下雨，你乱说。哪有下雨？我看就是你的口水吧。什么口水？这才是口水好吗？哟，你好恶心啊！谁叫你说我？哎，好像真的下雨了。你这乌鸦嘴！你还说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哎，你那么重，我怎么走得快啊？冻死你！快点啊！哎，你别乱晃啊！谁让你叫我？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，打开它。啊？这，不是，妹妹，你看，这个是我。东白酒，这个是你西白酒，这个呢，把你我连在了一起，所以才有了地球。在东半球和西半球沿着地心对称的两个人永远看不到同一天的太阳。它是蜿蜒绵长的马里亚纳海沟，哪怕你是
阿拉斯加的海底火山，也不会放过你喷出的任何一滴岩浆。马里亚纳海沟全长2550千米，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。它是秘鲁慕名而来的咸鱼，漂洋过海来感受你赤道暖流的温暖。秘鲁渔场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，盛产黄带鱼、梅童鱼、大马哈鱼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韩蕾蕾，你好了一个晚上了，能不能静一静啊？你累不累呀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还唱还唱还唱！ I love you. 我打你窗户了啊！ I love you. You're my world. 韩蕾蕾，你会不会讲人话呀？你不要一直讲人话，我就不知道你在骂我。You're my angel. 再骂。You're. I fuck you. I want you.
distance as this between us.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could walk. You are here. 女士们，先生们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女主角李梅，我的梅梅，跟我一起见证奇迹。来吧，梅梅，来，梅梅，你看。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一个魔术，它的名字叫做……别讲，不能再过去了。它好像在动。不用担心，它的名字就叫做会动的箱子。那里还有位置，急死我！不是，它真的在动。没关系，妹妹，你就瞧好吧。哎，别急，它要过来了，你把那个给我。啊，急死我了！你自己拿。同学们，今天啊，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30年一遇的天文奇观，叫七星连珠。相传这个七星连珠啊，会使行星对地球的起潮力变大，从而改变潮汐，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梦境。而这个七星连珠就会在2天后的9:09出现。传说在这段时间，如果梦到和身边的人有美好的事物发生，那么一定会美梦成真。如果你每天都梦到他，那么就会……老师，真的会变成真的吗？都说了是传说嘛，那当然，也有可能是真的，也有可能是真的。啊，好了，我们接着上课，啊，接着上课。喂，范俊熙，你在干嘛？上车啊。喂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你不会忘了今天是某人的生日哎？哎，我什么我？赶紧上车了。
来，美美，你看，这是我为你精心。他在动。没错，他的名字就叫做会动的箱子。不是，他真的在动。没关系，美美，你就瞧好吧。别过来。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。你把那个给我。滚！啊！我重新来，我重新来。接下来问题要出绝招了，地球的运动分为自转和公转。范杰勋，你搞什么东西你？啊？我什么我啊？这么晚才来教室，你是不是昨晚干坏事了？你给我出去，这是外面站着去。继续上课。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我够义气吧？你卖了我，我还陪你罚站。到底是谁卖谁啊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站在这。喂，范静熙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扔下我，还全是我的错？行，当我没说。哈哈哈！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叽叽喳喳的。罚站还理直气壮了，是要升国旗是不是？站好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不该偷偷把你的东西换掉，也不该昨晚干坏事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说的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啊？原来你跟王小妖是一伙，
啊，平时不学好，偷鸡摸狗你倒学了不少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们两个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偷了我要送给别人的东西，还问我知不知道？你跟我打哑谜是不是？韩蕾蕾 ，What are you saying？ 送人的东西，说你要送给哪个女的？不是，妹妹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送给你的。本来送给我的，撒谎不照着镜子，你看这都什么呀？口红、高跟鞋，韩蕾蕾，我李梅原来在你眼里是这么普通女人吗？不，妹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那个意思，那叫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听我解释。Screw you! Look at this! What you fucking shit? Telescope? 韩蕾蕾 ，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is? 这望远镜不是我的，这镜不是我的。范金星，快和你解释一下，这望远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望远镜啊，还真是。我们偷看你和谭阿姨吵架用的，我看你们有点忙，这个我先拿走喽。老师再见。你，范景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，谭蕾蕾，你给我站着。谭阿姨 ，Who is 谭阿姨？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，跟你没完。诺、no, ，本来想昨晚给你的，结果后来被抓了。喂，你不生气了吧？你后面拿的是什么、啊、那我们去你走吧。 I am not going without you. 不，你非走不可。 No.Christine， 妹妹，快上床。不，上船。讨厌，想什么呢？信不信老娘打死你？跪搓衣板去。我的姑奶奶，我错了，这就去跪搓衣板，饶了我吧，姑奶奶。哼，落在我手里，我要你好看，
赶紧给我捡作业本去。小的听令，姑奶奶。南天门的大仙女，你放的屁都是香的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哦、oh, ，Christine， you jump， I jump。对，我 jump， 你也 jump。哦、oh, ，上帝啊，我真的无法失去你。降谱降谱降谱了一个晚上也没降你们降谱的，到底降谱不降谱啊？还没完没了了，洗脚水还没喝够是不是啊？我今天不想和你吵架，因为今天我，啊，七星连珠，妹妹，七星连珠，七星连珠，望远镜。妹妹，望远镜。你可以拥抱我，拥抱我，就这样抱上好几个钟头。你可以抱紧我，抱紧我，就这样抱上好几个年头。是痛，就抱紧我，抱紧我。